家好，我是佳君阿姨。我今天早上坐8:30的飞机，从北京就飞到了广西南宁。南宁今天阴天，26度，特别舒服，空气湿润，比北京舒服多了。这一年经常出来旅游，主要是我在时间上比较自由一些。家里老妈虽说90多岁了，但是身体还比较好，生活完全自理，不需要人照顾。平时有我姐陪着，我也就是每天去看看就可以了。我姑娘有2个宝宝，正是需要人帮忙的时候，可是离得远呀，想帮也帮不上，所以反而成全了我在时间上有这个便利条件出来玩。这应该是我退休生活中最轻松最自由的一段时光，我要格外珍惜。我们国家地大物博，幅员辽阔，山美水美，我要尽可能多走走多看看。这次出游的计划是广西南宁，然后防城港、北海。去年11月份我在广东湛江玩了3天，感觉没玩够，所以这次最后一站准备再去趟湛江。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啊，之前我们北京出京是要提供核酸检测证明的，昨天我还特地上医院去检测了，今天登机的时候呢没要。登机的时候只要你有了扫健康宝、刷身份证就可以了。到了这个南宁这儿以后，广西这儿也是，只要你扫健康宝、刷身份证就可以顺利出关，还是很方便的啊。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谢谢收看。